有惊无险，咱们又到饭点了。咱们今天吃点啥呢？简简单单来点小豆角，这个小凉菜里面放的小猪耳朵，是菜没有汤，咱们不要慌，谁慌谁是锅的高。哎，这小豆角绿缨的，小黄瓜绿缨的，爸多吃点黄瓜，多吃点豆角，绿色的，就会整绿绿色食品，一色绿色啊、哦，咱们啃大鸡腿，小鸡腿，来吧，啊，还是鸡腿香啊，是你那个绿色食品吧啊，我吃点绿色食品得补补，这让我的小绿色食品给我戳它，又该戳了，天天戳，没毛病，哎呀，我吃饱了，得了爹，闪回，给个双击吧。把你们宝贵的小双击给我留下来一个呗！别吃了，别吃了，闪回！快手，拥抱每一种生活。